歡迎各位嚟到文傑於老攻略。嗱，呢一集咧就要講啊十六強嘅賽事啊，歐國杯裏邊啊，法國啊大熱門嘅姿態，咁啊點樣被瑞士啊淘汰出局噶？咁啊法定時間咧，以至去到加時，依場波都踢成3-3嘅，互射12碼咧就5-4啦。咁啊瑞士5射5中全部入曬咧，就淘汰咗法國出局嘅。嗱，我相信呢一個咧係一個冷門嚟嘅，但係我哋睇翻今屆由十六強開始嘅賽事，我哋見到譬如話捷克去淘汰荷蘭啦，或者係奧地利一度力逼到意大利啦，意大利幾乎90分鐘輸埋啦嚇，咁樣樣啦。再睇到譬如話克羅地亞啦，同呢個西班牙鬥得咁燦爛啦，咁所以喺翻呢一場波喺場面上面，瑞士淘汰法國咧，就絕對唔係嗰啲扶扶碌碌啊，或者憑一啲死球攻勢咧去爭取到一球領先咁就淘汰對手啊，而係真真正正喺呢個叫做地面戰啊，或者喺啲流動戰上邊咧。是憑住個入波咧淘汰法國嘅嗱 ，OK 嗱，我哋有咁樣講翻，法國隊到底呢一場波出咗一啲乜嘢嘅問題咧？嗱，睇翻個排陣嗰度咧，迪金斯一開嚟排一個居然係三後衞嘅陣式嚇，咁即係三個後衞咧，唔計門將羅里斯啦，咁啊就係有呢、這個。嗱，我哋睇翻啦，咁啊，迪金斯呢場波咧就排陣咧就排出個三後衞嘅陣式，成個陣容開嚟個套路咧就係呢個羅里斯啦，三個中堅咧就華拉尼啦。朗格力克啦，同埋呢個金賓比噶，咁啊四個中場球員咧就係帕華特啦，即係以前一格啦，普巴啦、簡迪啦，以及呢、這個而佢左邊翼位嘅呢個拉比奧特嘅，啊咁啊前面三個攻擊球員鐵三角咧就係基沙文、麥巴比同埋呢個賓斯馬嘅。喺呢個歐國杯開賽之前，我都曾經講過，會唔會因為賓斯馬嘅加入咧，又令到咧依幾年裏邊好連貫嘅骨幹體系嘅法國國家隊咧？會有啲異動改變咧，嗱，呢個異動改變可以係好嘅，亦都可以係唔好嘅影響嚟嘅嚇，因為為咗一個人要重新遷就個踢法，賓斯馬離開咗法國隊咁多年啦嚇，咁會唔會有影響咧？我哋睇落去，賓斯馬似乎因為喺皇馬走慣斯朗巴爾咧，以往咧似乎佢都幾夾到人嘅，咁呢個問題係解決咗，但係嚟到呢今場波。我們知道賽前的消息就是法國隊其實傷兵不少的，小杜林、杜林的兒子這個攻擊球員，又或者是這個利馬效力馬體會的這個左路中場，全部都是在邊路球員以及兩個左閘球員盧卡斯·許南迪斯以及這個迪尼，全部左翼、左閘球員的位置全部是傷曬嘅，咁喺呢個操練嗰度，咁引申到法國隊幾個問題嘅，我哋陣間再講。咁瑞士嗰方面咧，佢哋排三後衞陣就係司空慣見啦。咁啊門將蘇馬咧，三個後防球員艾簡智、伊維迪、列卡道、洛迪古斯，四個中場或者叫五個中場球員嚇。呢、這個域馬、費奧拿、薩基利、格列沙加隊長咧，同埋呢個蘇巴兩個突擊嘅攻擊球員咧，就係呢個安保路再加呢個斯費盧域嘅。嗱，睇到咧，即係可以話係蝕咗個上半場嘅，就係講緊係法國隊啊。咁呢個三後衞嘅陣式，好明顯係因為冇正宗左閘嘅出現啊。我覺得迪金斯就係一個咁嘅想法啦。咁又為咗佢喺個賽前嘅記者會話，我哋唔能夠睇小瑞士嘅，即係佢知道瑞士有咩特點啊。咁所以排出一個比較保守啲嘅陣式，但係呢個保守嘅陣式睇嚟咧，上半場咧係令到自己吃虧。首先我解釋一下，睇翻呢場波。朗格力克佢今屆本身咧巴塞隆拿嗰個嘅水平都唔係話太過穩定嘅。咁如果你係迷信名牌嘅話，嚟自皇馬加巴塞嘅中堅，原來出到嚟個組合係可以好唔穩陣嘅呢個中堅組合啊，加埋呢個金賓比，點解唔索性排翻一個四後衞陣？即係你有冇必要去到淘汰賽階段去冒呢個險咧？迪金斯咧，你已經係一個咁連貫嘅陣容啊嘛，你突然之間將佢一個嘅稍稍嘅改變就可以影響好大嚇。佢嘅嗰個嘅狀態唔好得朗。朗格力克再加上突然間三後衞之間彼此三位球員拍檔的配合嗰、那個默契又會係點樣樣咧？嗱，點解唔索性？如果而家叫做馬後炮啲咁樣講，我咪索性將金賓比咪移去左閘咯。如果你冇左閘嘅，金賓比出道嘅時候踢過左閘唔少次數噶啦，咁帕華特就去翻呢個右閘位置咯，係嘛？熟悉嘅本行中堅咪拍翻呢一個嘅你可以係。華拉尼拍呢個朗格尼克，或者你仲有後備仲有蘇馬嗰啲球員可以用嘅啫，或者你夠大膽官迪啊，係嘛？呢、這個西維爾嘅中堅，咁呢啲你冇用，你排出一個咁嘅陣，好啦，嗰、那個致命傷喺一隊個翼位嗰度，帕華特嗱，老實講，佢雖然效力拜仁，雖然2018年世界盃佢對阿根廷射入咗個超級世界波，但係咁樣冇提升到我隊嘅評價，我覺得呢個球員腳法平平，走位平平，係得個落力嘅啫。
甚至乎你話防守伎倆，你睇匈牙利嗰場波現曬形啦，現曬形啦，即係回身追截嗰個轉身速度慢啦，壓前嘅進攻對比好多出色嘅出擊型嘅左右後防，譬如話我拎個例子揀些路嗰類啊，或者馬些路嗰類啊，你真係撐兩班啦。一個咁平庸嘅右側，我唔明迪金斯睇中佢啲乜嘢嘢嘅地方啊？咁啊，但係如果佢作為一個翼位，咪正正表露曬佢嘅弱點咯。喺防守嘅時候轉身速度唔夠，助攻嘅時候你冇咁嘅技術，冇咁嘅實力。好啦，佢都叫做係對啱位啊。拉比奧特，你要把佢踢左中場好地地，擺佢踢呢個左翼位，佢上又唔係，落又唔係。即係上又唔係落又唔係嘅意思咧，佢好多情況咧，如果大家再睇翻重温咧，你淨係睇住拉比奧特咧，佢好多時候咧就係行行企企企喺度嘅啫，一陣間會有啲例子舉出嚟嘅。嗱咁樣咧，兩邊推進唔到咧，呢個法國呢個三前鋒其實都幾要維係喺一對閘冚上嚟時候嘅嗰個嘅拉扯，你冇咗個拉扯嘅闊度，你冇得踢。係啊，冇錯，我見到你拉比奧特自己都要攝埋佢中間嘅一啲嘅禁區外嘅射門，但係威脅唔大。相反瑞士第一個入波正正由蘇巴的一個助攻的產生，咁就喺呢個左路的爆破啦，咁啊斬咗個傳中球出嚟，咁啊斯費魯域頂入嘅啦。佢頂入呢個波，其實法國有冇球員咧？有嘅，就係呢個朗格力克，佢其實係到位嘅，佢到曬位嘅。但係點解會係唔係同呢個斯費魯域同一時間起跳嘅咧？而斯費諾維頂到個波嘅呢一刻，我哋捕捉到嘅呢一個鏡頭睇到嘅就係佢仲係望住喺翻去佢身後，即係金賓比嗰邊。你認為嗰個波你預判個落點係喺後點，所以你就即係完全冇一個真係完全爭頂嘅動作俾斯費諾維頂入。斯費諾維頂得靚啊！斯費諾維近呢兩場波入三球，一個被廣泛譽為只係一個二流級數嘅前鋒，都踢到咁。都踢到變咗頂班前鋒，係咪？法國隊法國隊如果我哋引申開嚟，今屆由分組賽三場，以至去到呢一場十六強嘅淘汰賽事，我哋見到啲咩啊？有三場波佢係先落後嚟踢嘅，包括對匈牙利、對葡萄牙，以及呢場對住瑞呢個瑞士嚇，甚至乎第一場1-0贏德國，好話唔好聽，都係因為侯姆斯敗烏龍。你法國未曾試過喺本屆憑住自己球員射入。將個波擺入網而先開紀錄，居然係冇嘅。咁大家如果要咁樣睇嘅話，對呢支法國隊應該擁有一定程度上面嘅失望係唔過分嘅。迪金斯啦，去到呢一刻咧，似乎佢都患上咗一啲名帥嗰個嘅通病，就係當你有一個奪冠嘅班底嘅時候咧，你呢個班底因為係你嘅功臣，係你嘅子弟兵咧，你就唔夠膽亂喐噶啦。那款狀態唔好，或者係嗰個嘅位置對配嘅嗰度咧，其實唔係話咁盡善盡美，你都照擺佢落去。拉比奧特，我真係唔知道迪金斯會點解係咁樣用佢。而三個前鋒雖然阿賓斯馬你重召入隊啦，諗住加添翻個攻擊力量，但係一路踢落嚟都係呢幾個前鋒組合，麥巴比、賓斯馬、基沙文，點解你唔換下其他人咧？其實我覺得就算你對住匈牙利，你擺呢個賓耶達再加呢個基奧特上場，你都唔會太過蝕底嘅啫。即係踢到殘啊！呢三個球員，你要知道呢三個球員各自喺自己嘅球會，尤其是啊賓斯馬啦，喺皇馬一個打曬咁滯啊！你再加上麥巴比係咪喺呢個同呢個尼馬喺呢個巴黎聖日耳門啊？基沙文亦都喺巴塞隆拿苦苦掙扎，呢一個組合磨到去季尾。OK， 1-0係上半場嘅呢個嘅戰果，下半場馬上咧即刻調動。其實上半場我哋睇到咧，呢個迪金斯已經不斷同佢嘅助教團隊喺度商量啦嚇，換入咗京士利高文，換走咗朗格力克。咁京士利高文拱翻喺前面咧，就將呢、這個拉比奧特個位置稍移後一啲啦，咁樣平衡翻一個四後衞嘅陣式啦，叫做係一個假四後衞嘅陣式啦。咁但係都叫平衡到嘅，就將呢一個嘅京士利高文拱喺前面，即係話喺前面咧就多隻翼鋒啦，拉翻開個闊度啦 ，OK 嘅。嗱呢個思路呢個作用係有喺度嘅，但係我哋睇到跟住落去下半場更加多嘅時間，其實都係麥巴比、基沙文再加呢個賓斯馬嘅啫。咁唔怪之得我哋記得喺歐國杯開賽之前嘅一啲熱身賽之後，基奧特大發雷霆，話點解冇人交波俾佢啦？似乎法國隊存在咗些少呢啲階級觀念喺度啊，即係唔係真正嘅一個團隊協作嘅精神。
所以我講嘅京士利公民有佢作用，但佢嘅作用落到去就係幫手搏下腳，拉扯啲空間嘅啫。咁如果只係咁嘅，京士利公民做足啦。咁嚟自下半場初段嘅有兩個嘅瑞士嘅攻勢，一個咧就係我哋睇到啦。首先就係呢個域馬啦，喺右路嘅一個嘅突破，由後場推波上到去前場啦。咁啊嗰陣時誒普巴同埋拉比奧特追截唔到噶啦，尤其是係拉比奧特嗱，普巴咧已經係回身力追噶啦嚇。咁但係拉比奧特嗰個遲緩嘅轉身動作啦，以及睇住對方跑入去啦，自己仍然係喺外圍嗰度咧慢跑啦。咁結果咧就俾域馬交咗俾安布魯突入去右路禁區裏邊咧，你都唔夠膽踢佢啦。呢個金賓比亦都唔夠膽落腳啦嚇，交啊傳中，好彩簡迪咧就喺門前小禁區嗰度咧就直腳揩一揩到個波，就令到對面嘅呢個前鋒斯費落嚟就踢空氣嘅啫。而且如果唔係嘅話咧，已經下半場出到嚟就領先到2-0啦。咁另外一球波就要講到蘇巴嘅左路嘅個人爆破啦，亦都係同樣係後場爆到去前場，一路拱到入禁區裏邊邊緣位置咧，就俾呢個帕華特咧就踢跌咗噶。咁呢個波受命追加 VAR 就係12碼啦，呢個啦嚇。咁啊，迪卡洛洛迪古斯就射失咗啊。咁呢個波我哋同樣睇到，咪正正我所講帕華特嗰個回身追截嗰個嘅遲緩啊。你可以話唔知係咪法國隊今屆成班球員都唔係一個最好嘅狀態，等陣間會有些少解釋嘅。咁之後就去翻1-1啦。咁啊，麥巴比同埋呢個賓士馬之間個配合啦。咁啊，打起咗法國嘅士氣咧，可能個12碼能夠力保不失之後咧，咁啊，賓士馬第一個波咧，我覺得係神乎其技嘅。其實麥巴比送入去中路嘅時候，賓士馬已經係走到去身前，即係話個波喺佢身後邊嘅啦，已經係啊，佢仍然能夠用個左腳。左腳我都好難形容，嗰腳係一個乜嘢腳啊？即係咧，係可以將個腳腕攤翻去自己個左腳前邊嗰個位嗰度嚇，調整翻個射門角度，射門入網咁啊！1-1追翻嚇呢個波，我覺得賓斯馬嗰個嘅轉身處理咧，真係僅次於柏金2002年對紐卡素嗰個轉身嘅射門嘅啫嚇。咁啊1-1之後2-1亦都係嚟自於呢個麥巴比同呢、這個。基沙文的撞上，基沙文去到禁區裏面都仲要傳出一個高波，令到呢個賓斯馬可以梅開二度啦。呢幾個波同埋12碼射失，當然係10分鐘之內產生啦。咁啊，瑞士嘅士氣就立咗啦。之後就算1-2之後，都唔見到瑞士有太大嘅呢個反撲嘅能力嘅。咁去到75分鐘嘅時候咧，就普巴射入咗個世界波3-1咧。呢個波亦都係喺法國企圖打入瑞士禁區裏面，而一路係被瑞士嘅球員封擋翻出嚟嘅時候，就普巴把握到一個機會，一個燙射射成3-1。其實下半場瑞士都不斷連翻改動嘅啦，輸到3-1之前咧，呢、這個麥寶啦，補習球員就落到嚟嘅啦。咁啊，調走咗嘅球員咧就係列卡道洛迪古斯啦，呢、這個域馬啦等等呢啲嘅球員嘅嚇。咁啊，平衡翻啦，去翻四後位啦，都希望能夠力圖咧就爭取翻個攻勢啦。嗱，點解我咁講咧？因為喺嗰啲嘅時間咧，追翻個較接近記錄啦，80分鐘嘅時候，我哋睇到呢個波再一次拉比過得，我真係唔明迪金斯你嗱我唔係一味彈你嘅，但係呢個球員真係要值得一講再講。拉比過得，我唔明佢點解仲可以依個時間仲企喺法國陣中裏邊，無論咧要反搶攻又好，或者係保守啲嘅都好，都冇理由再把呢個球員種喺呢個位置嗰度。我哋見到嘅乜嘢咧，就係京士利高文同呢個後備入替嘅瑞士中場法拿斯治一個倒地嘅爭搶，跟住回後佢繼續佢起翻身，仍然係佢繼續追截嘅。而我哋見到拉比奧特呢個球員，好快已經係放棄咗追截對手，而家塞到入禁區裏邊填位嗱。咁樣咧會令到啲咩咧？會令到後備入替嘅另外一個瑞士嘅黑人國腳呢個麥寶咧，呢個二號咧，佢變咗有更加多嘅空間睇定嚟出，而嗰個位京士利高文好努力，但個回身追截唔到嘅，因為嗰個位根本上係應該你呢、這個拉比奧特咧，如果你夠果斷，第一時間拍翻包翻嗰個左路嘅位置咧，會更加好嘅。但係你係一路探入去，咁結果就俾呢個麥寶出咗個波，就呢個斯費洛域頂成呢、這個。2-3啦，咁華拉尼亦都追截唔到啦嚇，哦好關鍵，咁3-3呢球就嚟自同樣係後備入替嘅呢、這個效力西加拉布戴拿姆嘅呢個前鋒
加夫蘭豪域，我哋記得咧，佢第一場對威爾斯嘅時候咧，都曾經有過一次嘅炸烏入球。如果唔係嗰場波咧，差少少嘅啫，個越位啊，咪瑞斯已經贏2-1嘅啦。咁同樣地咧，呢一場波入到嚟冇幾耐咧，都係有個炸烏出現咗嘅。如果唔係嗰一刻就已經3-3，但係3-3呢個入球始終都係俾翻加夫蘭豪域嘅嚇。咁就係接應咧，格列沙加一個嘅中場嘅傳送咧，一個直線啦，咁佢就吸過呢個金賓比，然之後咧禁區峨眉月頂嗰度咧就射咗個地波死角入網，咁啊3-3，射得相當之靚嘅。但最主要呢個波我哋睇到啦，就係普巴啦接應賓斯馬嘅回傳嘅時候，喺中場嘅時候就俾呢個法拿斯治啦，以及呢個美麥迪咧球員雙雙拍甩咗，先至造就到格列沙加可以好舒服地控住個波咧，就側個直線前邊。咁呢個波你話責任少少啦，少少係普巴要負，但係我覺得失波係整體嘅，唔可以怪曬一個球員嘅。由格列沙加傳送到去俾呢個加夫蘭奴域。整隊法國後防線根本是鬆散的，給了太多空間給加夫蘭奴域呢去準備這一次的射門，3-3可以說個士氣就回到瑞士那裡。那我認為呢，因為個調動的效果關係呢，加時上下半場呢，其實大家法國是佔有些優勢的，但實際上面的威脅都不太多的。那去到互射12碼其實也都沒有高低了。我看回就是法國隊幾個問題，第一在法國的隊報這本的雜誌，這份的傳媒就在對瑞士之前原來就發表過一些的話題，就是首先就是說法國隊是不是因為那個的禁欲，即是迪金斯就不讓球員家屬接觸的球員的，極其量試過有一次就在布達佩斯那裡，就是在個酒店窗口那裡家屬就 say hi 而已，咁呢個係因為因應疫情嘅關係嚇，佢哋都中過招噶嘛，咁所以就令到佢哋要隔離一啲。咁但係既然唔係每一項崗位嘅人都需要隔離嘅，或者係可以做嗰啲檢測而去接觸嘅，咁點解球員家屬又唔得咧？嗱，呢一度就係話令到嗰個法國隊嘅球員之間嗰個嘅情緒會有啲唔係去到一個最好嘅狀態啦嚇。咁我依度就無謂拎人哋嘅文章再細細喺度講啦。咁總言之係令到個情緒上面有啲不安嘅。另外一樣嘢就係佢哋長期留喺呢個布達佩斯呢個基地集訓啊。咁布達佩斯匈牙利咧，個温度咧出名，今屆咁多個主辦城市嚟講咧出名高啊，30度啊，有熱啊。再加上喺操練嘅時候，亦都有啲傷兵嘅出現。本身法國隊係唔係每個球員嚟到今次嘅決賽周都係咁十足好嘅狀態咧？嗱，呢個我哋係抱有疑問嘅嚇。咁一紮嘅傷兵咧，但係呢紮傷兵其實又唔影響到面嗰陣正選嘅實力嘅，而仲有啲後備球員，你其實係可以大膽啲放佢出嚟輪換下、替換下嚟用。但係結果一場一場落嚟咧，你都冇咁做到嚇。迪金斯呢度稍稍保守咗，咁但係我講過啦，一啲嘅名帥有班子弟兵奪冠功臣咧，通常都唔夠膽咧咁冒進嘅喺個輪換嗰度。嗱，撇除咗另外嗰兩個因素啦，你話場地嘅問題，呢啲係雙方你嘅對手都會承受嘅嘢啊。天氣熱，咁你嘅對手都會承受嘅嚇。另外一樣嘢就係究竟係咪喺個最好嘅團隊氣氛精神裏邊？嗱，隨住社交網絡嘅發達啦，我哋都知道啦，有啲球員已經係被即係數人都可以月入幾廿萬嘅時候，我哋了解到呢班咁有名氣嘅球星，其實都已經係會比越嚟越吹捧得高。咁麥巴比肯定係其中之一個。我唔知佢喺法國隊裏邊。經過基奧特同佢唔咬言嘅事件啦，會唔會令到嗰個氣氛已經有啲影響啦？同埋大家睇住你喺度飆升嗱，如果呢啲時候，譬如我當咁樣講法，如果比著幾年前咧，無論係咪普巴射失12碼，一定個眾矢之的將個矛頭責任就擺落普巴身上。而家普巴甩爛啦，因為有麥巴比同佢擋。但麥巴比係咪有啲急躁呢？譬如話今屆我哋睇到法甲，譬如點樣巴黎聖日耳門輸俾里爾嗰場波，哇！佢嗰個急躁嘅表現，即係好焦急個表現，即係佢已經去到一個佢知道佢要擔大成隊球隊，但係你未有呢一個嘅氣度嘅時候咧，即係球王級別，即係除咗個球技，仲有其他嘢嘅嚇。咁啊，佢又未達到啦嚇。又或者睇到一個波，或者睇到成場。我哋見到麥巴比往往攞住個波咧，佢想上腳，想先自己作個人突破先嘅。啊，極少嗰啲第一時間嘅傳送，除非真係去到禁區一啲好有利嘅位置，係嘛？嗱，咁樣咧就令到成個團隊拖沓。我記得下半場一出嚟冇幾耐嘅時候咧，就有呢個波，基沙文啦、麥巴比啦、後上嘅帕華特啦。幾個球員啊，普巴啊嗰啲啊，簡迪啊，壓住喺右路嗰度猜咗好耐。其實左路嘅賓斯馬同埋京斯利高文咧。這個50分鐘的時間是走了很多步的，
行咗由禁區裏面行咗好多步，又行翻出嚟，係行住嚟踢，即係行住嚟等。咁你喺嗰度，個個想做突破，完全係冇一個第一時間，即係大家互相配合走位，互相配合走位嗰啲 one touch。足球最好睇就係呢一樣嘢，唔係你個人突破啊。另外一個波係下半場嘅較後嘅階段，同樣都係去到入禁區裏面嗰時，法國已經係領先2-1啦。麥巴比面對住對方嘅呢個首將嘅呢個伊維迪啦嚇，佢企圖想盤過佢，但係其實瑞士呢個後防都好大漏洞嘅。呢一刻個防守，大家睇睇呢一張圖，京士利高文已經有個極有利嘅位置，個麥巴比。你彈向前面，我就可以爆到落底㗎啦！我最叻就係爆落底線傳中啊嘛，京士利公民啊，落到底線傳中，會唔會簡迪中間接應機會大啊？或者後上嘅賓士馬另外一邊，你冇咁樣做過，你企圖自己爆呢個波就扭失咗啦。嗱，我知道或者可能麥巴比佢今屆仲未入波，佢好心急，佢想急於求成，但係越嚟重要嘅時間你就忘記咗個團隊精神。呢啲位稍稍嗱，我相信咧教練迪金斯咧嗱，我唔知道有幾多球迷認為佢應該，迪金斯炒咗佢啦，梗有啲咁嘅口痕有咁講嘅。但如果你識波嘅，你應該會知道迪金斯就係能夠帶領法國隊踏上冠軍路途一個好重要、好重要嘅人物，因為最重要嘅唔係話佢發掘到一啲咩新星，而係佢能夠將呢隊法國隊彼此之間、球員之間嗰個氣氛、嗰、那個隔閡係。打到冇曬咁滯，大家係好融合。我想講咩咧？2002年嘅世界盃嗰時候，大家知道咩事咧？法國隊2010年嘅世界盃，杜明尼治嗰屆更加係分成水火不容嘅兩大派，係咪？佢能或者係之後嘅呢個賓斯馬嘅事件啦，係嘛？咁佢係能夠令到法國隊係好融合嘅。嗱，呢一支球隊正正係因為咁樣先能夠捧走個世界盃冠軍。但係而家去到呢一刻，如果出現咗麥巴比呢啲又稍稍突出啲嘅球星咧，嗱佢要立一立住佢啦。我相信佢立得，即係迪金斯立得住普巴，佢有能力立得住呢個麥巴比嘅。所以我哋更加要俾時間迪金斯去執呢隊法國隊。今次我覺得一次嘅大賽失敗唔代表啲乜嘢嘢，但係往後咧就要睇下佢點樣調教啦。即係有啲嘅球員，你係適當嘅時候，你真係要擺低佢嘅，你係唔用佢就唔用佢。咁而家法國隊陷到落去，都仲係好多後生嘅球員嘅，仲係好多有潛力嘅球員嘅，佢哋個問題唔太大。不過防守嗰方面就真係要執一執啊。另外拉比奧特落到場嗰個嘅態度係點樣樣咧？頭先我都講過兩個例子啦，即係呢方面我唔敢話佢唔落力，只係話佢今場波嘅表現唔值得留低喺場中咁耐時間去到尾啊，或者係個戰術或者個要佢出任嗰個位置影響到佢個發揮。既然係咁嘅，就唔好要佢做。再踢嗰個位啦，呢一點少少問題啦嚇，但迪金斯我仍然支持佢留低法國隊繼續執教落去嘅。不過大前提就係可唔可以唔好咁保守咧？可唔可以唔好係先落後嘅時候先至出翻你嘅真正功力咧？唔好再係一出場嘅時候立住5-6成收住佢咧。依啲我諗球迷嘅期望唔係想睇到呢一啲咁吝嗇作風嘅足球啦。咁你話去到今屆整體上邊，有啲朋友會認為，有啲輿論會認為，隨住捷克、奧地利呢啲球隊嘅表現，會唔會話整體足球翻嚟啊？一啲冇升嘅足球咧，先至係可能係今屆或者平民化咗好多嘅意大利，先至係今屆真正嘅奪標熱門咧。甚至乎有人誇下海口，你睇住啊！今屆唔係意大利就係啲東歐球隊㗎啦，攞冠軍嘅。究竟係咪咁咧？我覺得又唔可以咁快下個網段落去。但係整體足球。是很重要的，當我們看到捷克的防守中場荷里斯可以一頭一腳助攻兼入球的，由後場跑到大半場入禁區，一個傳送給舒希克射入2-0擊敗荷蘭的球，即我們看得到全能加整體足球會不會是一個復興。這個復興就是有些輿論就是說是本身哥迪奧拿的 Tiki Taka 是打敗了這一種的傳統的一種的整體足球，但是十年一翻身，而家又去到呢一種嘅整體足球，食翻住呢種傳統足球咧，會唔會係咁？依、這個都係未來我哋今屆歐洲國家杯得出嚟，可以再繼續往後落去細微或者研究嘅一個嘅課題嚟嘅嚇。咁即管睇下點啦。瑞士啦，咁啊好好啦，咁啊踢到入去呢個八強啦，咁啊創咗好多好多嘅紀錄㗎啦。咁佢就去到八強對住西班牙。
我都覺得彼此之間有得踢。咁西班牙嗰場波，或者等我哋兄其他嘅兄弟同大家分析一下，因為西班牙今屆你話有啲人話要向又向安力基道歉，就話佢換人係成功嘅嚇，今次唔係亂咁嚟啦。咁啊，你睇擊敗咗克羅地亞5-3，但克羅地亞冇噶啦，去到加時已經係你要知道一樣嘢嚇。我唔會話因為莫拉達射入咗個靚波就讚賞安力基個調動，我覺得呢啲就唔可以咁馬後炮嘅。再睇落去啦，級數肯定係下降咗級啦。西班牙對比以往嚇，呢場波瑞士對西班牙呢場八強賽事5-5波。好，今集傾到嚟呢度。